提到一个，因为我们预设的话，心智图这个最大，然后智慧越来越小，对不对？那因为这里我找不到它内定的那设定方式，不过没有关系，你也可以这样子。假设你要一起设定，有没有？用这样框起来。假设你连上面也要一起设定，按住 Ctrl 键，有没有一起选？然后一起选好，再去设它的大小也可以。那如果你只要改中间的，比如说我只要改哪几个，这个加这个加这个，或者你只要改中间的，这样选也可以，这样是会比较简单一点。好，所以虽然说你不能直接去预设它的大小，但是我从这边这样直接调也是很快，你就不用一个一个做。好，比如说我在这边，我这里也要，有没有？我就按住 Ctrl 键，看你要哪一个去做调整，这样 OK 吧？好，这个也是一个方式齁。